响誓词杯，田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讲师好，讲师好。Thank you.
我觉得宽。江北叫做。哦，都。踏破三亚。啊哈，我这边宽。踏破的宽。我这边轻啊。踏破的宽，踏破的撇啦，踏破的什么？我这，哦哦，我这。这条。宽较低，人家撇啦是啥物？嗯，接着啊！刚才亲戚小姐怕我啊，啥物？我怕接着。咱拢穿啥物？哈？轻。咱较拄啊讲弥勒的面嘛吼，咱拢是弥勒的面。啊，咱是弥勒的面，还是拢结愧的面？弥勒。弄啥物面？啊？弥勒的面呢？咱刚刚讲了啊，啊，弥勒的面是啥物面？那我。哦，第一个爱怕破啊，叫做。这个结愧的面，所以咱来笑眯眯的面有没有？有。啊，咱来笑一下，有先去看，笑先去看，你笑无？无遐看，笑先。哎哎。家己笑先，笑先去看。啊，笑先去看，你袂晓，就咱慢慢发图啊。啊，笑先去看，先看到那个弥勒的面比较大一点，吼，但是，哦，啊，菩萨的心呢，那个怕破的呢，第二个重点是，咱要有计较的心，也是爱有。慈悲的心，咱拢讲爱有慈悲的心哦，但是咱也一句话甲咱批评，啊，安尼乌爸母，啊，安尼做安尼无好，你安尼唔对，啊，咱就安怎？慈悲的心嘛是计较的心，嗯，这个时阵起啥物心？嗯，嗔恨的心拢造出来啊吼，嗔恨的心拢造出来，你讲我唔好，我就叫你无好，敢会？嗯，会咧。啊，是你讲我无好，我心内嘛是想，你是安怎会讲我无好？是毋是咱先反省家己有去做了倒一个无好事？是毋是先反省我刚拄仔讲了的话，做了的代志，可能有一点啊，互你袂当接受，敢会？咱到我着站伫这个角度去替别人想，叫做换位思考啊，吼。咱敢会当换一个位替别人想？换一个位啦，啥物叫换位？嗯，来，当面问题的时阵，你敢有法度站伫个像爱菩萨的时阵，心内想讲，今仔我若面对祖师两个这个人甲我讲话，今仔我若面对祖师两个这个人对我做这个代志，今仔我若是面对祖师，我当面我目前的困境逆境，我会安怎处理？叫做换位，各位姐姐，安尼够清楚？嗯。那换一个位，今仔咱若是菩萨，今仔咱既然咱有讲，咱有这讲的有体哦。咱嘛是较拄仔有讲第三个，是说讲的有迄，咱有度甲家己换一个位讲，今仔咱若听到一句无该听的、无想要断掉的啦、无想要断掉的代志，咱换一个位去想讲，咱是毋是先反省家己做了倒无好？如果咱若会，咱就抱着感恩的心讲感谢师父，互咱来教育一世人，咱要打破即着的。空境，第二应该安尼讲嘛吼，打破执着的框，吼，打破执着之框嘛，咱今仔个内容是安尼嘛。啊，这个道理听，知影感受讲了真好。感受较大个，家己较讲，哇，恁遮真正达到够优秀个啦。迄大家目睭吼，安尼看着知影，恁大家目睭安尼交易吼，安尼咱都会互相互动吼，迄种感觉吼。有够强烈的啦，就是大家做认真的啊。伊讲讲哦，伊嘛安尼做有精神的就对啦。啊，现在要甲人报告哦，这叫做良善的互动。啊，到有碰到不良善的时阵，嗯，哈、啊，良善的互动，弥勒的面，菩萨的心，咱甲都有讲慈悲心，啊，搁有这讲的菩提，拢出来对不对？拢种圆圆圆啦吼，我有你有，大家拢应该是规个规个拢圆。是迄个圆啊，是讲心内的圆啊吼，人伫遐偷笑，大家拢不是安尼意圆安尼。啊，当然啦，迄、那个意圆的心，就是一种古锥的圆。但是为啥是安那？人讲古锥的古锥要怎样讲？古锥的古锥要怎讲？滑稽啊！可爱啊吼，啊，若不可爱的时阵要安怎？若不可爱啊嘞？不可爱，甲分了，敢是？敢是？不可爱的去了，啊，不可爱的，安尼就圆了，伊就变叉叉哦。当不可爱的时阵，咱来换一下位，换一下位。咱今仔拢讲，咱就是身躯拢一直甲咱寄，咱就是身躯，伊个身躯连体，
咱嘛成佛的菩萨心，咱嘛成佛的平安拢有啊。哦，甲我用手，少年的成佛看，哎呦，笑笑成佛讲这我的手面啊吼，弥勒的面。啊，但是啥呐？断掉，磕掉，断掉人品，咱嘛是都无法度甲迄个我，本来是我的心体藏啊，这就是成佛要甲咱帮助的。各位亲像你够了解？咱来去查出啦，查就是真正有去做，也有去感受的讲，这就是要让咱发现咱的要提升的所在里头。所以啊，当有一间好好学中间，他们去上班的讲好学讲，哈，迄办公室啥，哪，啊，拢在讲这個，然后就讲出来，啊，你底下学的啥？啊，我得学着啥？啊，哪。啊，好学其实拢听袂在讲啥，好学人讲。你伫即件代志当中，你学着啥？你有去关心着啥？你有去感悟着啥？咱初出社会有足侪冲击，咱各位先生，咱初初伫偏道落来，才够冲击。哈，当着家庭若好就好，啊家庭若无好，当着囡仔乖就好，囡仔无乖咧，就唔好啊。当着事业好就好，啊若当着事业无好咧，当着工作顺利就好，啊若工作无顺利。当着这种种一切，若拢无顺利，啊，刚好，咱够像咧初初出去食头路安尼，安尼叫做冲击啊，轰动啊，冲击嘛哦，咱会轰冲击无啊？轰冲啊，冲个浪过来哦，敢会？各位先生，咱来到人世间有冲击无？我用迄个钱买到啥？哈？哈？大家拢会晓比哦，迄支叫啥？啊，咱拢学啥个舞？跳啊跳！咱敢有想过冲刺？迄个舞啥要甲咱舞？啥要甲咱舞过来？啥甲咱左勾拳、右勾拳，啊个呐？上勾拳、下勾拳，咱拢用真敢。毅力啊！目睭睁，鼻仔睁，啊，所以咱拢真敢，拢打肿脸冲。胖子。胖子，咱拢伫人世间啊。就是我想真啊，目眶睁啊，做勇敢的，也是真正像弥勒祖师安尼笑眯眯安尼。可显现这就是凡事，当了代志为先啊，咱是过去式，敢会有？你即世做了真好，足侪人拢会甲好想讲，我一世人也无去人欠，是安那我会做有遮样子，敢会？啊，但是我真想，一世人无人欠，咱敢一世人拿出性命？咱目睭会感觉咱是一世人啊？哦，先生，咱哪来呐？我着哪来？我真正拢无去共台湾庙欠。但是咱敢有想过，咱已经伫遮轮回六万年、六万年，敢有简单？嗯哼。嗯，简单嘞，各位亲爱的。啊，若无简单嘞代志，六万年，你做了六万年，未记六万年嘅代志，侪也少啊。嗯。哈，侪也少。你一世人进到一百岁啊？无啊，一百岁顶天就遐人讲讲嘅。人伊圆满归还啦，人已经圆满转去啦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咱伫遮着还袂一百岁，咱着感觉咱有前途无？咱着感觉真委屈无？咱着感觉已经，即你讲的，你即道理我听出侪啊，敢会？会吼？敢若会安尼啊？会还袂一百年，咱着感觉即个执着的即种的手机的硬件只啊，无法度放开。啊，所以囡仔刚出来甲人讲，爱拍破，拍破够简单。嗯。来，咱家己讲，其他较多个讲嘛吼。咱的心像个鸡卵冻破够简单。咱迄叫做玻璃心，啥物叫玻璃心？鸡卵的心，一句话一个解释。有法个查某囝讲，迄个人吼无喜欢我，我若甲讲话，伊拢安尼一个解释，甲我应一个，我就知伊无喜欢我，我直接爆料互伊，直接话去。还无恁女朋友话去，大家听听就算。迄叫鸡蛋心，还是玻璃心，足容易脆弱的，敢袂？啊，咱敢会安尼？咱来甲伊想，还是咱是阿鲁米亚的心，阿鲁米亚什么心？阿鲁米亚敢欠袂话？啊，无简单啊！会啊，无简单啊！爱欠偌久，爱偌大力，吼，无简单哦。所以师父甲咱讲，爱什么的心？不是鸡卵心，不是玻璃心，不是阿鲁米亚心，不是白铁
伊阿心都毋是，伊讲啥物心，他拄啊笑完啊，爱有菩萨的心。好好好。哦，敢是啊？菩萨的心内面会有啥？有智慧，有包容，有原谅，有感恩，有欢喜，有忏悔，敢有？有遮侪，遮侪侪哦。安尼各位先生，所以咱修行，佮回到咱在讲，佮在甲咱讲，咱的十二章足歹修。咱要行修行这条路足歹修的人呐吼，咱顶一道已经讲甲广学佛救难，除灭我慢难。啊，咱顶道嘛已经有先提早讲过，不轻易下凡，心平平定来。嗯。今日又哈佮咱复习一遍，啥物叫不轻？好，有时啊，咱咧看一个啦，像咱的小朋友做过水无？有做偏心无？会吼，但是小朋友，若有时啊，像安尼较偏心的，讲话你会甲讲，嘿，你若出来出去啦，唔通伫遐共吵啦，敢会安尼？你家安尼共讲，吼，或许囡仔自细汉就拢伫厝内安尼大汉，所以或许要讲，不要觉得小朋友在里面会很好，小朋友伫内面吵是咱的家己的事，各位先生，咱够想。是你的心在哄吵，还是小朋友在那里给他吵？嗯。啊，各位先生，这盆花在水，还是你的心看这盆花在水？心，还是水。哈？同意。这什么问题？我唔知要哪甲你应。那是因为别人在甲咱影响心情了，还是咱的心中会去盼，咱会去吵，咱看人听，咱就家己去听遐，咱看遮。咱是啥物种的心？咱要去认识咱家己的心，咱才有法度去修咱的行为。这叫做觉察、发现，啊去认识，啊去实践。啊，即世人的艰苦绝对毋是最后的艰苦。各位先生，我是要甲咱报告，你真感觉你的人生足艰苦，迄拢是真正艰苦。即、這个艰苦是另外一种，吼、哦，知影青少年班的讲师讲的。迄叫做瞳孔效应啦，眼球效应啦，就是你目睭看到，你会感觉。你今仔开 Toyota， 你开车厝，你拢会看 Toyota。嗯。你今仔开迄落啥尼桑的，你开车厝，你拢会注意到你同款尼桑的车。你会感觉讲，足侪人拢甲咱的选择同款。你着灯头红，你着拢会去看灯头红的；你底头红，就拢会看底头红的。吼、哦，这个眼球效应，就是你的目睭内有啥，你看到拢有啥。相对的嘞，你看到你喜欢，你会一直看。啊！你若看到你讨厌，你敢会做插吧？敢会？嘛会啊！这就是眼球效应啊！啊，眼球效应讲的，这就是嘛是佛陀讲的，过去世因缘果报。嗯。所以好嘛爱放下，歹嘛爱放下。啊，若无咧，咱会无法度，咱会一直感觉讲，咱想要比别人较好，还是咱无法度去包容别人的好甲唔好，想好你的角度呢？啊，无好你会嫌的，所以不轻易合咱的这个心嘛，爱平心平这件代志足困难，咱拢会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啊起起落落来就了嘛，屁股啊，舒舒灰灰就出来，所以讲不刷是非人，会善地善人，咱足惊就是啊，是非你讲这个好好，啊我就甲你开始甲你讲对唔好。所以人讲一传十，啊来嘞，十传百，啊百嘞，百传千，啊千嘞，千传万，千传万，千就变是非啊啦，就是安尼个是是非非啊，好唔好？啊，这个空间，咱各位亲戚，你正看到啥物人足侪？你正看，你正目睭安尼，安尼看看，啥物上侪？你正目睭看到啥物上侪？啊？你即目睭看到啥物上侪？人上侪。人吗？人上侪。人上侪吗？嗯哼。感觉呢？来，手伸出来啦，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，轻拍一支，啊，拉一下。哦。你拉到啥？你先拉到啥？哈？拉到啥？来看卖影呀。你拉到啥上侪？拉到啥上侪？空气。空气哦，空气吗？定空气吗？搁有啥？啊，无的啦吼，你讲无的啦，啊，就六条无的，靠无的，无的上侪。心内面一定爱有无的物件，才有法度抵着有的物件。
今仔只若拢甜啊，规块壁拢甜啊，你亲手到要传入去这个壁。有啊。伊这叫湿的甜啊，啊是安那爱烫，烫烤啊都低温些，你看得到，看袂到的物件。嗯。各位先生，安尼讲，咱今仔上人生到成熟，你的生活里面嘛，啊有一块爱烫，较看会到，你有知影甲唔知影的物件，该当有滴好滴。这是一种的能量守，所以哦，咱要去讲，唔爱讲，为心开始，咱来去放下这种啊，为心开始，为做嘛开始，啊，那着你做来去断掉善知识，难会，这个会啦，会善知识啦，善知识是啥？各位先生，咱拢感觉善知识是啥？天然啦，天然啦。甲你参加，甲你讲的叫善知识，敢是？啊！你点传输咱的李怀玉点传输，家己较教教过啊。伊家己啊，讲过，叫咱感觉亲身见识啊。善知识绝对不是甲你讲好听的，甲你讲你爱安怎做安怎做，迄叫做善知识。善知识是来甲你讲你的歹听的。你安尼做唔对，你应该安怎做？你安尼讲好，就是安尼讲来咧甲你考验的啦。来，你甲你讲，你安尼唔对，你阁有法度接受，那改变家己个啦。即、這个神秘性，敢好度？无。哈？无。好度吼，袂讲好度，袂讲无好度啦。袂讲常常两个对，话常常袂对啦。我即个人啊，一感觉人拢咧讲我歹话，啊，迄我神秘性侪也少。嗯，确实确实。常常讲我歹话啦，神秘性侪也少。是啊。啊，伊较多好学逻辑侪也少，是，一直讲我歹话的人足侪，即神智是侪也少，啊侪，侪啦，啊好人好，好，啊围摇头围听头，啊侪就是啥，因为你们开始进入恁的迄个喽，你们的心开始在转了哦，恁的心思、恁意识、恁心开始在转了，啊为什么好与不好？嗯、其实。你有感恩，你有忏悔的心吗？越多人给你批评指正，那是好事，因为你会进步进步。你听到人安尼讲，你会忏悔；你听到安尼讲，你会感恩，你会改变去改变。我应该安那调整去调整，敢是？但是你若无去感恩的心，无忏悔的心，人甲你讲，你着安怎？啊啦！你一人换我一人，我一人嘛换你正人，敢有？哈，有无啊？有啦吼，啊，咱敢有安尼？遐卫生嘛会安尼呢？哦，你拢足好诶，你拢白面，遐卫生会安尼呢？正人换一人，一人换正人，敢有？其实你若差工吼，你会抱着真忏悔、真感恩的心，全部拢在甲人提拔、提拔、提升、提升、搁提升，是看你收着甲未收着。然后最后今仔伊就今仔咱的今仔的主题啦吼，或许想要问问看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今天讲师的主题，例如收获，给你一分钟分享，有吗？有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拍波啊！哦哦哦哦哦。我拍波，手拍，现在拍波啊！你们拢无来，也手做来拍波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呢。习惯，我去吼，这支烟啊，电啦，这支会电啦，有无？我定伊会一直带，我脚也带，手也带，这支烟会规身躯拢去电，一直电，一直电，所以我唔敢用这支，但是敢咧？对啊。各位先生，后续知影吼，咱拢无人会记啊，所以后续把咱的时间用掉啊。但是下一次给自己勇气啊，要做菩萨的爱有。弥勒的面，爱有菩萨的心，爱有济公的本体，即、這个神格的条件就是各位真诚，然后爱有勇气，家己去接受家己的不足，有勇气接受别人对咱的批评，有勇气接受家己。惊伫歹里头接受大家考验的勇气。嗯该当理解，今下要甲大家分享的。是啊。拍破这条的空，即个空隙啦吼。嗯。大家今下有啥有啥讲，但是各位真的，你一定要有勇气行出来。嗯。你若无勇气行出来，你较侪道理拢是伫遐咧听，还是没有用的。
所以咱等一下除了要甲咱报告咱共款来做啥事，咱共款来去咱的，甲咱的贫困的心、苦难的心，咱要甲去掉。咱搁有一个，咱今仔要来做的啥事吼，有一点仔改变。等一下去好想的是报告咱的。一个月，啊，搁一个月活动甲课程以外，等一下咱来先来做结班，结班了，咱要送神父，要送神父，咱伊啊收起来，搁会整天随人去摕一块拜着，吼，啊先拜咧，吼，啊你会当规规，袂当规，搁会整天后壁放着哈留三拜至四拜，伊啊卖收，老菩萨，袂当规个，请咱去后边坐，吼，去后边坐卖规，你袂当规个，请你来免叫卖规。好，啊，咱等一下呢，要来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，啊，来回向，啊，来叩首，吼，叩首，简单的叩首，吼，咱各位前线会当离咱的神父搁较近嘞。每一个月，咱慢慢来抱着忏悔感恩的心，啊，来甲神父搁靠近一点啊。各位前线，顶一道叩首甲咱报告，毋知恁有来，搁有话有听到，有无听到？咱咧共叩首，逐工叩首是咧甲咱的业力洗脱，你敢知？大家拢在甲咱六万年的业力讲实话哦，我过去甲你上，还请你原谅我，多谢你，我是真正足感激你的哦，把我一世人的安尼教育，啊我来感恩你，伊会帮助咱咯。嗯。你会晓感恩一个人，伊会帮助咱咯。你甲伊讲谢谢，甲讲对不起，实话吧吼，甲讲请你原谅我，我爱你，我敬重你，我为甚物开始改变，人甲伊原谅咱。人会原谅咱哦，啊，咱来一直拢安尼，头拢安那，人讲目头拢安那。嗯。啊，咱看到假的就好，啊，无假的安怎？安尼人会安怎？这一个叫做态度，态度无好吼，咱各位亲戚拢感觉安尼态度无好，但是咱到后尾，甲咱的业力，逐工咧甲伊洗脚。嗯。咱到后跪落来，来甲伊讲是谢，多谢你，请你原谅我，咱各位亲戚到咧做这个代志。厝内面有运动的，可能有啦吼，啊无运动的咧，敢有咧做这个代志？嗯，啊可能拢有吼，所以咱今仔有点仔小小的改变吼。阿浩雪呢，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到这边，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吼，咱等一下咧活动也是就是有先收衣啊、排拜殿，然后咱后一道的讲座，咱后一道的开会班时间呢是十一月初十。泡茶八点半，吼，先预告一下，咱的这个工地对咱做有好的哦，就是要安怎帮助咱微合一点，微多一顺吼，吼，咱的人生的这讲的经济学，你若想要你经济较好，后一道一定爱来听经济学，实在要安怎，让你的顺意，吼，摆的去掉啊好一点，提升的这个钱的能力吼，啊，再来就是讲咱的十月十四。从今仔开始到十一月初九，咱的新专班是十月二日，吼，这二日应该是伫大内，啊，二日应该是咱中心才有新专班。再来就是咱的感恩班是十月十日到十月三十，而且咱伫遮拢有感恩班。再来就是咱的儿童读经班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半开始到九点，吼，厝囡仔也是会当带来读经的，啊，家长是着起码咱来带来遮吼，咱学习。再来就是经典研究，咱即摆是玉祖大经，玉祖大经的研究的时间是十月二三，啊，搁十一月初六，吼，拢伫中心，就是伫咱爱上运动车吼，恁遮有咧办二楼。暗时的时间是八点到九点半左右。对吼，好，八点就是六祖坛经的学习时间。好，八点到十点啦，两个有一个互动回馈的时间啦，吼，爱都啊统称起来是安尼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再来就是咱的文理的教学，吼，就是咱一般文的教学是在十一月五号，咱的新德清，吼，拜二，吼，每个月第二礼拜。下礼拜二，吼，拢会使来遮学学文理，学文理会当互你去掉你的脾气毛病，会当互你的文情彬彬，会当互你变成一个做有礼的人吼，啊，气质来变好，面来变水哦，就真正来咯吼。好，搁来中心的活动，咱的人才教育班是十一月初三，菩提新会班吼，就是后礼拜，下个礼拜的十月二十号，迄天厝内有青少年。高中的囡仔，咱带来留心经，有国校啊，有一个新
性成长营，国小以下、幼稚园以上，拢有咱的专业老师会甲咱带。迄去遐一天落来吼，爸爸妈妈合着，阿公阿妈合着，啊小朋友、青少年规工拢伫遐合着，吼，迄拢真好吼。好，佮来就是志工，志工的服务吼，咱体会班的义工站就一天，咱遮拢有咧变少。那各位前天，咱也是辛苦病痛真侪啦吼，你也应该带。你出来遮倒摆一条椅也嘛好，倒扫一涂骹嘛好，咱领导甲咱报告吼，咱的无意思是小苦筋，啥物叫苦筋？咱女性咱就是职业工，职业工的人吼，即、這个辛苦病痛足大，所以你爱来小苦筋，小苦筋就是做志工，简单讲来扫便所来留涂骹，你做愈侪，你的苦筋就赔愈侪开。啊，你讲我伫厝做有无？有啦，你伫厝做有啦，你厝。赔一块啦，你来遮赔一千块啦，啊，你要赔偌济？吼、哦，因为因赔的人的发出的信息无同。你伫厝，甲你感恩的个，你的囝、你的阿、你的某，吼、哦，就是恁厝的人，佫无一定会甲你感恩的。有时啊，你亲亲的，你甲讲，我阿亲好尔，吼，咱旧话，咱亲亲的佫咧甲我嫌，敢会？佫赔时啊会安尼，你来会同人亲过人来感恩无？各位先生来看一下，咱的会员有清气无？嗯。感恩好，感恩感恩。哦，面前讲有话，昨昏来听，拢得着啊吼。啊，可能拢老师讲的，迄拢千千万万倍啊。后下个形容拢足少，迄天的形容万的，拢上万的万倍。所以讲，若有志工会当来做吼，啊，大家啊欢喜来扶持啦吼。好，来，安尼咱今仔后下主要吼就到这吼，咱即摆的后续学习到这，等一下咱来做诵经课诵的回向，啊，咱今天后续学习先下来啊，然后我们先恭请老师为我们做闭班啊。后续今天学习到这边，恭喜大家，谢谢。